我敢打赌，你肯定没见过如此酷炫的立交桥，自带 8D 魔幻效果，20条匝道密密麻麻，纵贯8个方向，在上面开车直接逼疯导航，让车神原地迷糊崩溃。它就是重庆黄觉湾立交。有人说，在中国没有建筑比它更复杂，高达5层，上下垂直落差高达37米，相当于10几层楼的高度，扭曲程度达到了惊人的极限720度，高空俯瞰，单一眼就让人眩晕，复杂程度胜过迷魂阵，堪比蜘蛛网，走错容易，掉头难，行驶其上犹如秋名山赛车，分分钟心跳加速100倍。不得不说，能把科幻片里才有的场景搬到现实，也只有中国能做到了。也有人说它是中国最绝美的立交，夜幕降临，华灯亮起，犹如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，更像蜿蜒盘旋的巨龙，美得令人窒息。不知这座桥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，你敢不敢上去走一趟？点亮红心加关注，评论区里说说看。